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。关注艾米，快来一起玩游戏吧！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是艾米画了八组石头建成的一个地基。艾米用了非常笨的方法，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往下挖，直到挖到第十几层，然后开始挖石块。至于我为什么要跑去那么深，艾米觉得也许是脑子抽风了吧。反正我有金镐子，终于挖到之前的那个地方了，我还是继续往下挖吧。现在这是第十一层，我就继续挖了那么一镐子。这下面居然有一颗钻石，你们说艾米是要挖还是不挖呢？算了，还是挖了吧，谁让你挡路来着。我又继续挖石头，直到最后挖到了基岩。因为每次上去都要花费很多石头，所以艾米这次带了一桶水下来，于是我就在上面倒水了。无奈手太短，算了，将就一下吧。我用力的游泳，没几步就到头了，没办法，这个时候还是要挖点空间出来的，于是我就在附近挖，顺便挖点石头。结果没挖几下又看到一个大钻石。好吧，我只是想挖点石头而已啊，能不能不要弄点钻石分我心啊。所以这次艾米觉得钻石很调皮，你找他的时候他躲起来，不找他的时候又出来。总之呢，对于艾米来说靠的是运气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哟。